我就来投保我老头的。真香，哎呀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今天我们要抽的是这个死神的无比进化千年血战，这算千年血战吧？这应该算千年血战的卡池啊，因为角色都是千年血战的这个造型啊。这一池总共会有12只主打的角色，然后有6只是千年血战的，分别是懒懒、捏、三本老头、跟碎风，还有阴梦跟这个僵尸的小白，然后还有另外6只不是千年血战，当然也是不错的角色。它是每5抽一次轮回，然后每次的几率不一样，但是前面3抽消耗的领域比较低，但是5星几率也比较低，然后第5抽会必得一只主打的角色，然后总共可以3次轮回啊，3次轮回完之后再来第16次之后就没有所谓的保底了。我们就先从最重要的那个男人来展示好了，来1季、2季，然后3季有够潮，直接听语音。にじみ出す混濁の紋章、そんなる狂気の器、湧き上がり起点し。五龙斩灭！制圧で一息に押し潰す。用餐有够久。波動の99、五流天滅。用餐最久那一种。好，还有第2只捏哦，捏我蛮想要的、啊，捏的大刀有够帅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婴儿，ようやく臨月だよ。有够丑！哎，大姐，你不要说他丑啊，你说他丑的人都是他啦。我们看个帅一点的好不好？三本源流斋重骨。来喽！三门老头，大炮！阿巴内顿，しばし戦の優越をくれてやる。参加の太刀南、赤10万を期待。你看后还有个 AOE 啊！顺风无穷顺风。哎、欸，大刚姐，感觉你今天要抽一只顺风哎、欸，顺风可以当十摊的插件，还蛮强的。嗯，可以插卡，加一般攻击。哎、欸，大刀也很帅。这封是猫猫的菜，我知道，因为他是平路。大干姐讨厌大奶，大干姐说大奶是邪魔歪道。放心啦、啊，这次没什么大奶吧？哎、欸，完了有，下一只大干姐。捏银梦，一魂重轮枪。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。跳！如来神掌。然后最后一只也是人气很高啊，虽然没什么战绩啊，但很帅啊，还被敌人变成僵尸的日方谷东师郎。蛮干，很帅。我觉得小白蛮强的吧，那小白亲儿子、欸，小白关千年血战就有2只、欸，大白跟僵尸白，有够哦，哎、欸，冰有够久哎、欸，那你要不要动？好了，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极限啦，我极限就是15抽啊，我想抽上面4只男角、啊，女角我还好，我玩这游戏就不是来抽妹。綺麗な夕日だね。Yeah!Go go go！ 懒懒忽悠机，呀，第一个3%本来就很重了，哎、欸，不错哦，抽到懒懒了，抽到懒懒了，第二个懒懒要来了，原本的懒懒来了，轮椅的懒懒也要带走，信不信我懒懒 ？Nope！ 没事啦，今天长这样是 OK 的，今天就是来替大干姐献祭的，这里好像4%了吧，刚前面好像3%，谢谢各位，我拒绝，出了点意外啊。搞我们抽千年血战偏都很飞、欸，我上次抽也是只抽到一只露西亚而已。
还有一只念刺。我们来抽千年血杖。刚怪怪的，真的怪怪的。看今天是怎样？有了，来来来来，为各位介绍死神的一些特别的系统。第五次十连，今天会有主打的角色十二张里面其中一个。给我蓝蓝，其实千年血杖都可以啦，血杖任意一只都可以了，应该是蓝蓝。三本老头，谢谢各位，漂亮，可以可以，先来个老头压压惊了。其实这种动画作品里面的老头都蛮喜欢的，虽然都死得早，也没有办法。他都活了几千年，你跟我说他死得早，这真是保底啊！干，这里3%，所以很硬。不错，3%中了。来，谢谢各位，我就老三本总队长，一直就够了啦，总队长。我好像真的在消业障啊，那也没有办法，没有关系，心态正面。坚持，不害怕任何东西。跟大家讲一下，玩死神的游戏不要当个娘炮，在那畏畏缩缩的。死神里面角色帅、潮、屌，你自然而然也得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角色。完全没在演，像个男人一样。这一次8%加一只保底五星，8%主打一只，我猜没有保底一只，再送我一只。谢谢各位，老头保三，不谢。跟鬼一样，就是这么多老头。谢谢各位。来聊车，帮我算一下几率，1/12乘以1/12乘以1/12的几率有多低？干，我就是这么屌，我就来抽保五老头的，除了三本以外我都不要，老就是帅。顺风，谢谢各位 ，nice。那个腋下跟那个侧乳，以前看死神没有想过侧风那么香，其实侧风很油脂，我怎么那么慢才发现？太慢成为一个大人。谢谢各位，保四老头怎么说？仅次所及之物将无影无踪，三本源流哉，就是这么强悍。春水，四只好哦，这老头有点多啊。各位，我们是让老头开眼把五开眼开满，保五老头我来了，没啊，大干姐没有很欧啊，我只老头多了点。大概姐也没有很欧啊，如果老头四只都换成蓝蓝小白各一只才是真的欧啊。好啦，最后一抽啦，干，其实我蛮飞的，你们知道，你们看我按很快对不对？你们猜我抽几单了？我已经抽5单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他妈已经抽10000多了，蓝蓝或捏或僵尸小白都可以啦，来吧，保持自己的决心，老头保五也可以，其实这个时候老头保五看起来蛮屌的。这样也比较好做精华，真的没有出现特效，这个是剑八吧 ，nice， 哦，干，这张好帅哦，这次8%我真的觉得保底很飞啊，这次如果只有保底一只飞到爆 ，nice， 一梦，我真的没有很想要哪一只，我想要的是蓝蓝小白跟捏，但我真的没有很想要一梦，真的，啊，好像没了，干，没有蓝蓝呢，好啦，但我这次差不多了。15抽8只，有3只是保底，等于我只抽到5只，那其实蛮飞的。